说起美国，你们会想到什么呢？超级大国，经济体大国。确实，美国在很多人的印象之中都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国家，同时这个国家也有着持枪权，它是全世界四人持枪率最高的国家，全美国的公民都有着持枪权。近年来，随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都喜欢来到中国，尤其是在暑假的热门旅游事件，更是能够看到不少外国友人来到中国。而有一位美国人也在暑假的时候来到中国，大呼：“我爱中国，这里真是太安全了，走在街上都不用担心着随时会有个人持枪冲到你的面前。”在游历了一番中国之后，美国人感到很纳闷，为什么中国人都不害怕警察的呢？原来美国人在中国游玩的时候，他发现许多中国人都与警察有着很好的关系，什么事情都愿意招警察来解决。美国人的话引来了不少中国网友议论纷纷，有网友称道，在中国其实是非常安全的，没有种族歧视，社会关系非常和谐，警察都是为人民服务，我们应该尊敬他们。还有的网友的回答更是亮了，为什么要害怕警察呢？我要是见到警察还会感到很安心呢，从小父母哦都是这么教导我们，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找警察叔叔。想必对于很多网友来说，在自己蹒跚学步的时候，父母们都会教我们如何记住警察的电话，遇到危险如何自救吧。其实美国人会这么纳闷也不意外，在美国社会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安静，但是在国度却一直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的目光，激发着人们前去这片神圣的土地一探究竟。无论是在繁华的纽约城，还是在淘金巨富之的旧金山，还是美不胜收的洛杉矶，或是车水马龙的西雅图，都令人赞叹不已。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，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在这里相互碰撞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。对于国度你是如何看待的呢？有机会的话你愿意美国旅游吗？感受感受当地的文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